昨天司法绝对是小破车有史来状况出的最多的一次，因为诺基亚显示吧是个非常吵，所以用了别的语音软件来交流啊。但是这个语音软件有点问题啊，所以一晚上你会听到有语速太快变成电流的彦祖声音啊。后来没得了，就挺难的。我对你才是为所欲为，那才是。OK， 变成外星人的大西瓜的声音。大西瓜，你什么鬼啊？什么谁的声音？这大西瓜声音，瓜你的麦呀、啊！我都服了，真的是你什么鬼啊？大西瓜的声音吗？对啊，瓜的声音啊！瓜的声音。我的妈！哎，瓜别搞了，别啊！知道了，你溜很久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以及设备问题断开语音连接的宝哥。哎呀！哎呦，我看鱼又掉了，又没声音了，我靠！哎，那完了。呵，唯一不受影响，声音还变得非常清楚，洛克西的声音啊！哎呀，我给他开了个夹子出来，还是管道边上的。为了大家的耳朵着想，宝哥找到了唯一一把比较正常的对决啊。那这把对手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深情哥嘛。而且这把宝哥玩的是削弱和玛丽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实战效果如何。OK， 那记得谢谢师点赞，让回忆到这把游戏吧。侦察机铃铛高开啊，习以为常啊，就见怪不怪了啊。好在是早间没秒飞啊，真的是。狗要抓我，狗要抓我。虚推没有带穷追，一般打不死我，他带了个蓄势刚刚掉了。没事，我也会用。直接掉我们脸上吧，这个位置。这里好多冰块。没穿，没穿，还是在抓，霸体枪了，关门小门一关，我直接一个冰块扔过去。他要准备关门，准备逃厨房，厨房准备逃，逃，走了，没抓。然后天使推起来。我这边好多罐子，还有好多冰块，我这里放了四个冰块。在我这儿隐身的。是吧？隐身的，真隐身的，在追我。隐身还是隐身药水？真隐身。我喝原石给你看一下，确实在他那，他没骗我。推，这蛮怪的。他开门了，真隐身，没办法，跑掉。他把天堂。出来之后抓的还是天使。怎么样？推快点了，没关系了。他没抓我呀。推厨房，走。会抓，去换一下。啊，主席换一下，没事。先推嘛，先换嘛，先换嘛。放心，门关了，快点。别出啊！哎呀，跑了好快，那个陈胜啊，这里灭火剑变大，他七六，我换，对他有七六，我换了。他绑这里，不就绑这里？换了。陈胜了，他后盾带着奇妙的卡组，可能有下去，在左边。下去抓那个，不知道。抓完了，推完吧。我盾破了啊！盾破了！他脸上了，要是会死的。我来了，好，省点心啊！你看他第一时间抓不到我，开门了，他飞来飞去的，你守不住。又绑天堂，守是守不住啊，但是我的会砸五千。我以后又死不掉的啊！我以后又死不掉的啊！我现在没开始抓到我，你天使不要再死了，过来！我操，我这个住院，我这个住院可不可以搞死你啊？啊，搞给你们住院，就是他飞的时候，他抓你去了，我走了，来了，我这死了，火箭炸了，你要不过来，我不知道他也没带毛衣，怎么三双一个没带毛衣，鸭子掉装备了啊，鸭子掉装备了，没带，我还不是你掉的。没带信心，我不太习惯 Q 开麦啊，因为红包，我不太习惯，所以现在话，我怕我这个麦真的，我这个语音很奇怪，行不行的？你们不知道啊？有家，我这 Q 已经出很多问题，所以有家，我怕等下出问题是。来了，你们哪里？你们在干嘛？在我这儿。我你们怎么没人救啊？我可以救。你们三个怎么都在那里？我去吧，那我去救。我也想说，我们三个都在这里。你去吗？那你去吧。哎，那我去下面那个，你去上面那个啊！我去上面那个，我得推。他掉直接把那招金爆炸在线，他来不及，他直接把卧室了，又换了一个新火箭。那我推，对我推。OK， 不着急，我在推新火箭。我没有人帮我换一下吗？哎，那你觉得呢？啥？哎，你弄一下复活去了？哎，这咋办了？哎，这我去了，我啥呀？你们在干嘛？我在这里了。复活一下，等一下。过来
你们两个去。哎，我就卧室内。没人换了，换的有点慢，那么你们两个跟睡觉似的。不是，我瞬移过去了呀。哎，我推，不着急。你玛丽在干嘛？我推哪漏啊？我干嘛？我推哪漏啊？他说我说，人家在天堂火箭上，你忘了？我救了呀，我救了之后，我又瞬移去杂物间了。我这就没梯子，我上哪有梯子啊？我咋救啊？我这没梯子，我咋救啊？哎，我完了，我给拍抓了，完了。哥喽。对，不是秒飞。我的天啊，你会你天哪换他呀？你会不会换啊？我没绑文吧，我没给你。我来救吧，这次我来。新火箭。新火箭，我来。他没门了，哎，我只能去那边推啊。推完之后再。你推完，对，推完。有加持的啊，那有加持的，你要等我，也不着急。拉弓刷盾推，拉弓刷。你不去了，拉弓刷盾推，没时间，这个磨磨唧唧了。我来，不着急，等我来嘛，不着急嘛。哎，你再救一波，我去推。啊，你再救我去！关键就救我！换一下！问题是，他要去哪？他看到我的位置。我去了！你不着急，我去了！啊，我是。啊哈。队友被绑上。我不知道啊，手机不在。我天使玩的这么少，什么都没有，蓄力，有蓄力。跳起来拉弓，再开个一技能都不推。他不守，能不能那个推完？他不守。夹子吹一下，他守。夹子我踩了呀，他又有吗？OK， 他死掉，随便他，强风他跟我们打。走了啊！我去！你猜你的，他不是他没在天堂，他基本上对不对？啊，基本上就有钱，鸽子可以救。麻利吹就可以了。麻利吹你，哎呀我，叉子别在手上，叉子扔掉。打不死你。十万。妈的，我真的是，你强啊！还满115血，一般就打不死啊，笨蛋是吧？我靠，我都要四个死了，我看都看不见，我那 Q 已经挡住了。啊，吃东西不知道有吃东西。你还有66秒。嗯，我先过去。拆掉了，会不会买果盘？真飞了！打到砸砸到。别管他了，等一下，强风在被强风被削过一下。进来！我操，再这么搞。我不知道是带了什么奇形怪状的卡组，他就带了个虚，他就一个虚实我看的清。只能说这把宝哥的马力又稳又碎啊，是吧？这你们不点个三连吗？什么不点是吧？我电死你们！启动混响，我。OK， 那本期视频到这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